荣幸拿下冠军吗？多多说两句吧。听说明神要退役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无可奉告，走。Hello， 你就是童谣吧？小瑞。对，我就是联系你的人 ，ZGDX 战队经理。瑞总好。哎，别闹别闹，我们不是这个风格，叫我小瑞就行。来，给你的房卡。谢谢。对了，那个小哥哥，成哥他们也住在这里吗？对啊，只不过他们现在不在，出去打训练赛了。想见他们？不想不想不想，一点都不想。为什么呢？之前那些训练生来我们基地，都恨不得马上见到成哥他们。我也想见他们，可是今天没洗头。嚯，这是要开团啊！这些媒体啊，这几天不知道从哪儿得到明神要退役的消息，这两天一个两个疯了似的，想搞个大新闻。啊，明神要退役，因为受伤？天哪，那可是明神啊！所以我们才需要你啊，小姐姐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吗？要不要加入我们 ZGDX？ 没事儿，你慢慢考虑，不着急回答啊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加入我们，那可是本年度最大的新闻。别别别，大新闻没洗头，怕见人。手受伤了，还能继续参加比赛吗？明神，听说这场比赛之后就宣布退役了，是真的吗？别碰他。听说明神要退役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无可奉告，走。哎，成哥，成哥，说两句吧，成哥，说成哥。看我们成哥那要笑不笑的死马脸，估计今天跟韩国训练赛又输了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成哥看起来有点凶。纠正一下，并不是看着有点凶。没事，你如果来我们战队，就是我们唯一的吉祥物，他不会凶你的。走吧。这世界很酷。